少奶奶，北京、上海、泾阳三地，日昌河连续挂牌八天，日昌河破产已成定局。京城的许多王公贵族在日昌河也有存款，他们一定会逼迫沈四海变卖家产偿还存款，沈家破产已成定局。哦，对了，王继高已经辞职了，现在正带着小红姑娘在去往天津的路上。沈四海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栽在三丰电报上。不，沈四海只有200万两银子的本金，却要做500万两银子的生意。打倒他的不是我，而是他的贪欲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有人求见。谁？他没说，只说是你的一个故人。请他进来。少奶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奉王爷之命查封。赵大人，刚才接到线报，说朝廷通缉的钦犯在泾阳街头出现。走走走。康先生，周莹，请问康先生找我有何贵干？此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请说。请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沈家，放过我爹。康先生，我们都不认识，我怎知你爹是谁？就算知道了，又凭什么要我对他高抬贵手？凭我是沈星怡的。沈星怡曾经我苦苦哀求你，求你承认你是沈星怡，可你却告诉我，为了你爹，为了沈家，你只能是康卓文。可今天你又做回了沈星怡，他依旧是为了你爹，为了沈家。沈少爷，你的忠心孝心真是感动天地啊。没错，你爹的今天，你们沈家的今天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一手策划，你竟然要我在此刻放过他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我知道不可能，但是我还是得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姓沈，他是我爹。你跟我来。这是我爹。15年前，我爹死在狱中，吴家东院家破人亡，都是拜你爹所赐。是，可是我爹他也是无奈，他这辈子白手起家，挣到的每一文铜钱都是用自己的血汗拼来的，他视自己赚到的一切利益为生命，谁要是敢动他的利益，他就会跟谁拼命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坏，他只是被仇恨蒙住了眼睛，被利益遮住了良知。那我们吴家呢？我爹呢？吴聘呢？他们没有与你们沈家为敌，更没有触动到你们沈家任何利益。好，
是我们沈家罪有应得。可是你想想，我大哥早逝，我们沈家家产也已三十了大半。现在我爹内心痛悔万分。如果说是家破人亡，其实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不，还远远未到。你一定要赶紧杀绝了。换了我，落到你们沈家今天的局面，你爹、杜明礼，还有他们身后站着的王爷，他们会轻易放过我吗？难道他们不会赶尽杀绝？我做的这一切，其实只是自保。其实我来之前，已经想到了会有这种局面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为了心安。可现在，朝廷在通缉你，泾阳所有人都认识你，你不怕吗？我爹为了我，命都可以不要。我为他冒这点血算得了什么？你就不怕我举报你？如果是你举报我，我认了。你必须认，因为这就是因果。当初我求你带我走，你不干。如果当初我们走了，也就没有今天了。所以今日沈家之败，其实是你求人得人的结果。那你想要怎么样？学你翻脸无情。周云，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。好，那我现在找人就去通知邵大人。邵奶奶，赵大人来了。拦住他。恐怕拦不住，赵大人带了很多兵马。找韩先生。好。你不是说要举报我吗？你会看到的，跟我来。是你，赵大人。赵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回到泾阳来？想要革命，胆子不能太小。拿下。是。周莹，你包庇无责，我已经网开一面，你莫要得寸进尺。你不能把他带走。你可知道他现在是什么人？此人在戊戌之后，与那孙文一拍即合。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只要在我面前，你就休想带他走。此人罪大恶极，比无责更甚。太后、皇上皆对之深恶痛绝。你若跟他扯上关系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周莹，你有点轻重好不好？赵大人，我们相交十来年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轻重。阿夏，秦玄，周莹，你这是犯上作乱。那又怎样？你不用管我。今天在吴家，你就是我的人，没有我同意，谁都不能把你带走。周莹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彼此彼此，不必为我牺牲，与你无关。韩三春，
把你的人带走。赵大人，我只听少奶奶的。你家少奶奶已经疯了，那我们就跟她一起疯。没错，这些年我们一直陪着她疯。赵大人，看来今天只有血债一场，你才能将人带走。赵大人，我们三人性情相投，今日若能同归于尽，也是美事一桩。赵大人，外面有骚乱。什么骚乱？说是有储户在日昌河门口等了七八天都没有取到银子，一气之下放了一把火，日昌河一烧，街面上全乱了，有人跑去烧沈家的其他商号，其他不是沈家的商号也跟着遭了殃，还有人趁火打劫。赵大人，我只是一个通缉犯，你今天逮不到我可以下次，但是如果骚乱控制不住的话，就像野火燎原。赵大人，平息骚乱可比抓住一个沈心怡重要多了。沈心怡，我若再碰见你，绝不放过。走。走。周英，快走！你们护送沈心怡，快去！快去！